两三场官方活动，太要命了。哎呀大哥来了。大哥呀，我给你准备了特别好的曲儿，真的。你听啊，这个曲儿特别好。这曲儿特别好。你先站起来，你先站起来。这个曲儿特别好，真的特别好。你听好。曲项向天歌。你不是喜欢跳鬼步舞吗？我就给你准备了鬼步舞。听清我口令啊！兄弟们，给大哥投投票来！小熊猫上学校，马兰开花21，2856，2857，89，31。跳皮筋儿那个的，来听清楚动作，劈叉。你的动作来了，劈叉，怎么还在跳呢？你动作，你都不听话。你的动作是劈叉，你的任务啊，你刹不住车了，俩一嗨就蹦起来了又。其实大鹅身材特别好。你第一个任务是劈叉，你听不见是吧？应该是没戴耳机。来吧，你第一个任务是劈叉，来吧。一二下。跟别人不一样的，人家小姑娘咔就下去了，你还得摆一会儿。看来我们993的舞蹈主播的功底都是特别的深厚，说劈叉夸就给你下去了就。那继续来走起来，还有一个任务。你第二个任务怎么变态了？就鬼步舞就变态了。我这怎么这么变态？你能听见吗？能不能听见我说话？你第二个任务来了，第二个任务是倒立。倒立吗？倒立劈叉。你第二个任务是倒立劈叉。你第二个任务是倒立劈叉，兄弟们支持一下我们大哥，给大哥投投票来。对，倒立劈叉，哎，对，倒立劈叉，知道吧？就是倒起来，然后夸就分开了。哎，你确定吗？我的天哪！嗯，没有事，你穿这么长裤子，来吧，蹬起来，咋咋记的来，走起来 ，come on， 宝贝儿，高难度。啊，这个动作是绝对高难度了，在993的主播我们能做到的估计都没有几个，不知道我们大哥能不能做。我大哥连倒立都不会，真要命啊！不行，哎呀，这个你换一个。那给你换个任务。31楼上，这玻璃这是。那给你换个任务，来一个。看看啊，我想想来一个什么任务。你能不能到我这里正常点儿？我这很正常啊，就倒立吗？倒立不正常吗？我都不会倒立啊。我也会，不是这后面是玻璃那种，不是墙啊。玻璃，这那就不倒立了。你说你还会做什么高难度的动作？要不这么
低，你给大家翻个跟头。我看能不能翻开。你别翻了，我怕把屋里拆了，你做个下腰得了。大宝贝儿啊，你回来吧，你回来吧，你别翻了，你都把屋给拆了。哎呀我的妈呀，我就知道。你哎呀妈，行，厉害厉害。哎，厉害！恭喜小年生男爵啊！厉害！这个确实厉害，确实厉害。你这么厉害，我刚才跟你说，我说你就不用再去搬东西，我让你做个下腰就完事儿了，你知道吧？你这一搬东西，我就知道你要把屋里给拆了。哎呀，这是真听话，又真去下腰了就。我喜欢这个姿势，真的。真的喜欢这个姿势，真心的喜欢这个姿势。啊，主播深夜醉了，太好了，咱们兄弟们点点关注，好吧？我记着你了，我跟你讲，我记着你，然后我这一翻跟头一个嘴，你等着啊，那好。你这一天的，你记我干哈呀？一天老记我的，我不是主持人吗？我这块我不主持吗？我不主持了，我你刚好我能啊？那好好的，好好的，你别老记我瞅你这大哥，你别笑，别笑，严肃点。一会儿就听你搁那笑了，咔咔笑。来，你来放马过来，我记着你啊，来。去哪呀？你给我订机票呀。你不给我订机票，你让我来的。你别说话，你。投投票，点点关注，点点就有三关注，这才是正的。主持人不让人说话，导演还有这样事儿的不让我说话，什么玩意儿？你不让我说话就点点关注，点点关注，投投票啊！我叫阿喵。对，点点关注，给我们的主播们都关注一下子，好吧？右键您的点击关注他。嗯。为什么这个票数这么少？哎，我长得丑了吗？